者肖芳启台北报道。张轩瑞、张广成和许光汉因为宣传《我的男孩》，应景发送红包袋、玫瑰花。农历年假将至，单身的三人原本相约到台南玩，经改变心意，转到花莲玩。张广成表示，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大家害怕，不敢去旅行，间接影响当的观光业。其实当的很需要大家过去一起振兴观光的，闲暇之也能多来体验这里的自然和人文，来放松，学习如何慢活。而张轩瑞在剧中惨遭校花和人灵打枪，他高中时确实也有告白遭打枪的经验。他提到当时在红纸上写满洋洋洒洒告白的话，折成爱心形状，还很有勇气的直接拿到学妹班上。后来他问学妹是否造成困扰，被冷回很困扰，还遭封锁，让他对于告白存有极深的阴影。他谈到过去浪漫情人节，骄傲说曾送过修间鞋当礼物，但知道送鞋友有把女友送走的迷信，还跟女友拿了10元当做他买的。张广成、左启、张轩瑞、许光汉于台北车站美食街发红包。记者网文林社。张轩瑞于台北车站美食街发红包。记者网文林社。张轩瑞于台北车站美食街发红包。记者网文林社。